我 NBC 的照时间三点，三十三分。呢一日真系咁，即系落雨，都个天气都凉翻凉啲。即系因为呢一个月都系，即系个个都系放假，因为冇咁肺炎。咁所以话，我冇得学校有，即系都准备咗网上学习，中三、中四、中五嘅。整個月都冇得翻，即係等同於冇咗成個月嗰個教書嗰個進度，好似停，好似之前十一月幾，因為咩社會局勢不穩定，跟住停課一個禮拜，嗰啲進度嚴重受，即係嚴重受挫咯，佢嘅。BF5 即係佢話咩 game 嘅更新將會喺 UTC 嘅9:00到1:00就開始，咁即係我哋香港嘅就係再多8個鐘，咁即係由朝頭9:00到1:00嘅9:00再加8個鐘，即係由5:00更新到7:00，喂9:00。因為你1:00再加8個鐘頭就係21啊嘛，咁所以21小時制就係9:00幾，咁我就唔，咁我估應該係更新呢個咩關於嗰個平衡咩 Wake Island 嗰個Vehicle嘅平衡咩，好似話進攻方少咗幾架坦克。同埋佢話咩平衡嗰啲載具嗰啲傷害，我記得自從上次10月幾平衡嗰陣時候都差啲共地咁就係。呢一次6:00幾更新，除了更新佢嗰啲武器之外，亦都更新咗新嘅地圖，就係我凌晨講嘅Solomon Island 所羅門群島。
哇！我又俾我撞到 PK 榜嚟126，玩毀滅嗰陣時，即原本中途佢喺度，但我咩唔知點解忽然間走咗。先我184。武漢肺炎即係啱啱就香港就首次有死亡病例，就係居住黃埔花園嘅三十九歲嘅男人，佢話佢上個月1日去坐高鐵去武漢，跟住之後23日封關之後翻返嚟香港，跟住感染咗啦。跟住佢話咩送去醫院途中佢原本好轉嘅，但後屘忽然間佢病情惡化。咁所以現代今朝不治，咁亦都係呢單嘢都係香港第一宗死亡個案。跟住然之後，即係醫護罷工啦，第二階段，咁個個都諗，係咪因為啲人係咪你想，你係咪想啲人死咗你先至安樂？咁依家罷工，即係依家呢個危急嘅時刻，你同我講罷工好似係不合時宜，因為依家關乎嘅人命，即係如果即係你話罷工都因為佢唔全面封關，因為好多內地人嚟香港，搞到醫護有壓力，咁所以罷工就係舒緩，點舒緩？我覺得你罷工咁完全冇乜關係，甚至我啱啱講話不合時宜啊！咁如果咁多人病，但係佢話咩嗰啲醫療服務嚴重受挫咧？咁到底邊個負責呢？冇人負責，基本上。